嗨哦，各位 L 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珍。其实女生真的要把自己顾好。你看，我也就是知道我保养很好。今天呢，要来跟大家讲一讲保养这个事情。然后我觉得我今天已经精简，从我的百大仓库里面，我觉得是最精华的几样东西。先讲保养品好了，如果必备的东西，比如说我一定会带护唇膏，它一定会跟随着我到天涯海角，然后晚上一定要厚敷它，然后再来呢是头皮保养，我的头发有阵子掉得非常凶，但这阵子还好养回来，就是靠这个，虽然是玻璃瓶，但是我愿意带着它到天涯海角，它喷完之后很凉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凉感太舒服了，它的代言人非常的漂亮。上网查就知道了，今天的代言人是谁？对，再来是女生最在乎的就是脸部保养，就是大家应该都要不陌生吧？啊，你不知道？啊、大家都在封这一瓶，不知道吗？就是雅诗兰黛的小黏瓶啊，这一瓶已经快要用完了，所以我现在是淌血的给大家示范。你看它的质地是非常的细致，然后呢是很好吸收，这就是江湖俗称的修饰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晚上的保养很重要，所以我后来最近也开始在用它这一个，你看它是不是滴在你脸上就感觉我的脸要被修复了，睡觉前就敷一层，然后再敷上我的这个万用护唇膏，隔天起来肤质好亮。你知道身为一个运动员，放松很重要，你知道这就是很大事。如果你的放松做不好的话呢，你的运动成效就不会好。因为听到声音包，对不对？隔壁人会说哇，这玩得好凶啊。女生就是胆筋，你知道要拍打胆筋就是要让腿瘦啊，所以我就会用这一块。常穿高跟鞋的女生小腿这一块也是要用力的按，它不用抹任何油，它就是这样用深层拍打，让你肌肉得到放松。纯粹好物分享，这一支真的很好用。以上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，就是一些我自己个人喜欢的保养的东西，或者彩妆。